好，镜头转回台湾，台北慈济志工陈阿桃到高雄的环保点分享环保经验时，也不忘为尼泊尔灾区祈福。环保站内民众自掏腰包把捐款投入竹筒内，还有人临时拿环保站内的回收电锅来装善款，这些爱心都要帮助远在3000公里外尼泊尔居民的国际赈灾。现场还有两名小学生，也把平日存了好久的爱心竹筒特别拿来援助尼泊尔。当做是做好事。那我手上这小小的钱筒是大家的一念心，一份心，要来送给尼泊尔灾民。我希望台湾的爱心动起来。好，那因为苦难人走不过来嘛，我们有福要走过去，一方有难，十方来援助。台北慈济志工陈阿桃特地南下到高雄环保点，和民众分享环保经验。现场许多民众还是第一次参加，看见尼泊尔强震，大家援助灾区，同时也为自己和台湾植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景成、谢如嘉，高雄报道。